此刻是月月，大家，我是呆梦，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安，感谢各位捧场本期的最佳盘点。众所周知，在比赛中有许多队友为保住队友一命不惜牺牲自己，让人看了十分感动，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职业赛场上那些舍命保队友吧。浑身解数保住队友，2017年 LCS 夏季赛 GCU 对战 NV 的比赛，19分钟寒冰位置非常尴尬，被盲僧逮了个正着，辅助 Mad Life 强保 AD， 虚弱大招给到盲僧，随后闪现挡住致命听一波，成功救下 AD 一命，这 Mad Life 不愧于辅助之神。Game number one, it was relatively close at this point. Gokun United wound up taking that game number one, but things are definitely looking like their tempo is going in NV's favor. They get a flash kick down on the mash over here.舍命保 AD， 辅助必修课。2016年 KES 被 SKT 对战 MVP 的比赛，17分钟半推下路防御塔时不小心被定在原地，特异蜘蛛也前来 gank， 就在棒必死之时，沃夫超快反应，舍命闪现挡住节俭，为棒拖住了足够多的逃命时间，当棒逃到安全位置回头开大，还想回救沃夫，但是无奈蜘蛛飞天躲过大剑，沃夫虽然阵亡，但是这一波就能看到这两人的默契。 They're gonna look to pick up the first turret here as well, but Bang might have overcommittedOh my, Wolf's flash! That's insane. He is able to block pretty much everything. He's getting on to Bang, who will turn around, throw an arrow, but it will be repelled away from.小明卖自己保全 UZI。 2018年 MSI 季中赛 RNG 对战闪电狼的比赛，19分钟 UZI 与小明进攻上路二塔，塔下的 UZI 操作失误，用 E 接住了左一的睡眠气泡，紧接着对手寒冰大剑出击，在这危难关头小明没有一丝迟疑，直接用肉身挡住了魔法剑，虽然自己阵亡，但是换得 UZI 一命，看到这一幕的解说都泪目了，就没有那么高了，对啊，现在闪电狼只能先清兵，哎，睡到了，睡到这边可以，哎，哦，挡住这一剑，小明可能要死，伤害太高了，太感人了，真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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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过舍命就打野的 AD 吗？在2016年的全球总决赛中，当时 SKT 面对 Rose Tag， 27分钟顺风顺水的鸡哥为杀维克托选择越塔，就在鸡哥杀完人岌岌可危之际， SKT 的棒竟然闪现顶塔给治疗，保住鸡哥自己阵亡，看完这一幕的解说都表示不敢相信，这个上去两个炸弹，闪现躲了，闪现飞哥这边也没危险，大招给自己，这边半径上来要破头对方的中单，上路闪现，闪现给治疗，飞了，但是 Swap 这个大招梦的也很不错，不认识活了下来，哎呀，这个炸弹没有能够压到飞的身上，飞的没有闪，没有这个疾跑追不上，老大哥在整个团队里面的这个位置看得出来了， AD 在闪现给打野治疗。为救 UZI 一命，麻辣香锅舍命卖自己。2017年 LPL 夏季赛 RNG 对战 WE 的第五场比赛，13分钟 RNG 三人强行推塔，被 WE 众人包围，小明率先倒地，随后 WE 三人盯住了 UZI， 此时本已安全的香锅看到 UZI 危机，果断回头一个天崩地裂盖了上去，直接拦住 WE 三人追击的步伐，于是 WE 将矛头转移到香锅身上，康帝猪妹大招接闪现只为香锅，最终虽然香锅阵亡，但是却保住了 UZI 的性命，这一幕让人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香锅。行推想强行推，把兵清完了，强行推掉了。但是蛇女这个位置过来，但是蛇女没有大招，这波给个腹地，鳄鱼闪现过来，强行留了。留住了辅助，小兵先被收了。又在反身给了一剑，减速一下。这边的话，肾还没有大招，哇，麻辣香锅决定卖自己，但是自己被冰了一下。不过这个皇子的大招还是阻隔了一下 W 的追击阵型，还要追，有加速，闪现减速到。这波的话，想要推二塔，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野辅双双阵亡，虽然保住了 UZI， 但是。这一波对于 W 来说肯定是可以接受的，他们还可以反推中路。在职业赛场上总是有无数经典为我们上演，呆梦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让我们震惊的时刻。如果你觉得呆梦视频做得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评论收藏支持一下，如果你和呆梦一样喜欢英雄联盟，喜欢职业赛事，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收听呆梦视频，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